也不清楚，我蓝点到现在还是没撤，蓝点一辆车都没看到。TT，刚刚打到个天霸的，反正。反个自强，再打是大门，应该是可以出一圈，没先拉出去。还没倒呢，还没倒，就天霸倒了一个 ，TT 没倒人。 等一下信息啊，没信，先抽一下。外面补了两个好像。地面没掉人吧？我去吧，我看着没动静呢。小心点。去哪了？再扣一个。 他可能来撞我，撞你就撤呗。我们这家能接吗？能接，能接，能接我就不走了呀。但是别在圈边界啊，有天霸在的，我不知道天霸去哪了，在圈边界可能会被劝。哎，他打死个微博的哟。啊，这微博死掉，微博死掉了，微博死掉了。我看到一个。对，可以在这圈边界，可以在这圈边界。 对，你还能补吗？到时候大家脸上。他们在打天霸，可能是天霸的。我那我都有另外一顶。行，你们又破拉人啊！又破拉人，跟我说一声，我得下来。 TT，TT应该要推我们。我还是靠苏皮，但是背后有枪线，苏皮得赶紧撤，苏皮倒了。 还有雷仔的枪线，这不应该拉这个位置。LGD 双卡吧，你在这个门放人进来吧，你接不下车，你放人进来。我还是鹰子。对对对。待会接完之后我再接鹰子。我接一波。到平房。我鹰子了。他倒了俩了。 死完了，死完了，死完了，外面TC。不是TC别不让我楼的。外面天霸的，天霸掉人的。他从天雷进好像。他上打，再打中外面。跟圈不急。 对，找了搬进来那个。
我也得舔烟，我舔 TT 的烟。这个绿点好像能待的。我们开贴吧车就行了。 上一个是 TC 的，哎 ，TC 被打了，我们齐炫。对 ，TC 被打了，他应该是被，啊，没大包，有大包吗？能分我吗？交点给扔了。哦，有了。开住了是吗？你看一下。这要北部的，我们去把红点架劝了就行了，沿着北圈面开。被狙到一个，那不是ST，ST应该圈中心被狙的，我们去把红点架劝了。有辆绿车，看到没？前面麦朵，你可以偷，是。别急。 我得贴过去。倒了。啊！我操！这么大声！你看他是锁了。 应该是替身，你得把掰了。哎，MV的，我右边防不住一下，你别。<咳>你这一片三麦 MV 踩开的，我不知道他防具说不定可能会留一个。 麦朵，我不知道在哪个麦朵，你知道吧 ？A 级现在有几分？好像是2分啊！不需要去刀中了，直接被打一个侧身。W I 这边直接过来看架枪，因为听到你的枪声了。原苏南男朋友还枪感还是在线的呀，这个距离的 M 762还是很给力的。 可能花痴有事情啊，没有在而已。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会上花痴啊，不会上姑苏，因为花痴最近的表现确实太好了，而姑苏的话是一个未知数啊。虽然说他之前在P1表现好，但是那毕竟是P1，PL的大舞台上他好像没有上过。W Y，哎呀，孙丹这边漏枪，自己被放倒，宇阳来到近点。 天那边好像也是倒了，天那边是倒了一个，是倒了正负。但是如果 ST 缩到这个防区的话，就更危险了，越缩越危险。我差点打到阿兰，位置差了一点点。但是那边打 YY 先倒了，这颗雷可能有。 哦，刚丢的不是个雷，好像是个闪。哇，但是黄二那边也被抓了。这变化导师去抓像素去了，像素没有意识到危险，哎，像素没有意识到啊！哇，但像素直接反秒了。在这边宇阳跟上枪线，哎呀，也没打过。
是那个波苏一直是 TC 的，聂耳是已经趴到圈里面了。苏七这里看到了船，但是他近点有人，他直接被打死打倒。哎呦！我来扫一波墨汁，把后轮打爆了，两个后轮都爆了，墨汁这开不动了，直接被扫下来。我大 YY 这应该也是来到，哦，是像素是四个淘汰，大 YY 一个淘汰，阿兰三个淘汰。刚把像素说成 WYY 了，但是 WY 这里有人，我有一滴血，哎呦，还是被放倒了。像素这边应该是被 WY 架枪，阿兰那边下面捏起来，像素那边还能捏吗？不行，像素那边直接被冲了。从这里反身直接秒掉一个姑苏，枪杆还是在线的，但是这边近点还有另的，阿兰这边是来到五个淘汰。然后姑苏这边要去救一下 WY， 应该是看一下阿兰的视角。这边的话是 TPG 要来清这里吗？还是说是刘子扔的火？看一下近点的情况吧。TPG 应该是扔不过来，应该是只有黄色扔得过来。是的，那就是黄色来想来清这里。姑苏正在开始扶 WY 了，看黄色的视角吧。但是侧身有阿兰的枪线啊。最后双拳男第四手啊，这边的话大 YY 两个淘汰。今天看完感受是什么？就是 TC 还是那个 TC 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心态。TC 依旧是那个猛。哇，令这边是 1v1 battle 掉了金免啊。打呀，打打打，接他。就一个雷吗？有雷吗？右边耳朵直接一颗反弹雷就死了。三二一，哎呦，跑一楼了，哎，雷他！要踩了，左边，左边，二楼，上二楼了，上二楼了，上房顶了，跳着。啊！又挨了一枪！他还被像素又抽了一枪。这种平常发挥稳定的选手，像阿兰，也有这种一直以来都高光和那个什么并存的选手。大哥，另那边是舔了空投吗？我看另好像刚从空投那回来。哎，这个人敢干拉去舔空投的，这个人打四打三打一打一啊！大 Y 来了 ，V battle 谁获胜呢？哎呦 ，C 这边已经十四个淘汰了，哇 ！C 这样如果把场上人杀完就可以，心态了，真就差个心态。要丢雷大炸 RGG。看一下 RGG 的视角， RGG 也在捏雷。RGG 这边是被 WY 看到了，直接透过树叶打倒。这边舒涵是看到 WY，WY 打上一滴血，直接打倒 WY， 姑苏也倒地。先补掉姑苏，打阿兰，哇，被阿兰要打倒了，只剩舒展了。哇，这波下面大野没架上枪吗？那这波阿兰也要被补了。这波大野为什么没有大架上枪呢？大野这位置应该是很好打到舒展的呀。出了什么小失误？哦，大野这边要今天有个令，但令已经摸到他的屁股了。舒展那边还在扶舒涵，哇，我觉得大野这波决策有点问题。哎呀，现在场面变成了一个令儿一打二，令上五个淘汰。大爷这波有点决策有点问题。
看令能不能打赢吧，还是要看梅花桩怎么刷啊。队友三打二，但是确实像素最后那波如果能站上枪的话，那这波就是一个。 队友就还能扶起，能不能打赢？最后一个，但自己开血量，这个血量太难打了啊！差一枪。 哇，令还是强啊，差一枪完成。令NV 是几杀时机？看一下NV，NV 是八杀，然后。